呀，林树啊，阿姨，快进来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了。哎呀，不打扰，进进进。林树啊，哎，你坐，你坐啊。小然呐，林树来了，你收拾收拾再出来啊。林树啊，阿姨好。你多久没到阿姨家来了？越来越帅了。没有没有，过奖了。你爸爸他们怎么样？好吗？都还好。啊。哎呀，不是你这孩子，你怎么就不收拾收拾就出来了？那个，你的手机落我车上了。哎呀，你看林树啊，多细心呐。林树啊，我们小然过得苦，这孩子就没过过什么好日子，跟着我。阿姨，怎么突然这么说啊？那什么，你孟叔叔他呀，这不是做好事吗？结果被坏人给报复了。妈，哎呀，你让我说完嘛。这被报复了以后，把脑袋给开了花了。你说，哎呀，虽然说这人抓着了，赔了点医药费，可是这点钱连手术费都不够啊。我们到现在连医院都住不起。够了，妈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这不就是跟林叔念叨念叨吗？你跟我吼什么吼啊？我们家小然呐，这是因为他爸的事儿啊，愁的。你这愁，我想单独跟他聊聊，可以吗？好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你们俩啊，好好聊，好好聊。如果今天不是我来到你家，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啊？什么时候才会告诉我你爸的事情？告诉你又怎样？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啊，他是为了我和程程才变成这样。林叔，我家是个无底洞，你们家是填补不了的，我不想再连累你。拒绝我，林叔，你就别管了，我妈她会。我现在能做的，就是不再拖你的后腿。